的。那我们查询校方对于我们这样子的行为，可能会对于就是我们的所长或者师长有行政上面程序的疑虑。那我们认为说，就是学生有自主的受教权，那我们的自主罢课也是跟师大全所的授课老师有先协调过，然后我们才下了这个决定。那我们也尊重校方就是的说法，可是我们也希望校方可以就是体谅我们这样子的决定。其实我这半年来，我们进到社会组织，就是其他学生团体，我们一直在关注服贸协议。大学的校长会的成员，所以目前校方还是要台大是目前校方没有对我们学生施压。长老，长老大学，我是高雄台大的，台北校大的吗？台大的那位是李迈文三的，是李迈文桥对吗？台北台大的。好，那台大学生会会长好了，中原大学，中原大学，中原大学。杨明大学，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自主罢课的方式，然后让更多学生也是老师可以跟他们互动，并且政府可以给出一个正面，而且大家能够接受的合理的回应。然后同时，因为就是今天凌晨，其实在行政院那边传出来，然后我们也选择就是政府使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取得这个成果，希望就是利用罢课的方式来，就是让大家能够。请问一下，台大校方现在有几所响应？你有统计这个数字吗？系所的话，桃园科大最先的数字应该是大概8到10所左右。哪一所？系吗？海洋大学、社会系、社会所、城乡所，然后历史系、中文系、台大类学系，台大这样子。那可是因为还没有查询最多的，然后还有研究生协会。这些所都是自主罢课吗？还是说，对，是发起自主罢课。那现在就是大四很标准，这个是指标性的学府。同样的，你们有受到台大校长或校方的一些压力吗？校长或校方目前还没有给我们任何压力。就是他们只是台大学然后管到学生，听说学生的安全有没有受到影响，所以就是安全是在抗争或者是被打，他都希望不要再注意自己安全，所以我们才会反过来利用这样子的安全的呼吁来说，希望校方可以尊重我们这次学生以及系所安全。所以我们的管道是就是可能。透过社团的老师或是学生互相都在传，就是因为老师们其实也都很关心，就各种老师，就是各种系上的老师或是行政的老师也都很关心。所以我们可以换个说法，说其实校方在某些部分来讲也算是支持你的行动吗？之前台大主秘曾经表示过说，就是如果学生因为没来参加抗争而没点到名的话，那主任主秘的意思是说，那没有点到其实也没有关系。那我想就是。他这一部分其实是解读成，就是台湾神学院是在做学生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，那自己的选择，那学校应该是不会干涉太多。那我觉得学校也不宜干涉太多。谢谢。谢谢。还是可以上台大。台大老师还会支持说自主罢课。对。那是您叫做戴伟三，是不是？新闻，爱心的新闻张德文。开心的新闻张德文。新闻稿吗？李新闻。台大会长吗？对，会长。是系学生会会长。会长。木子李，爱心的心，张德文。好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有人还需要新闻稿的吗？李欣，对不起，李欣什么？文章的文，爱心的心，文章的文。还有台大学生会吗？台大学生会长，会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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